怎么一只熊出现在我们学校？看起来很眼熟，这不是泰迪吗？他在看什么？是什么？你想要去爬山啊？可是你这个样子太大了，我怎么可能背着你去？我突然用缩小灯把你变小，但行动上不很方便，然后之后再用放大灯把你放大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我们世新、海巡署，那很多地方都可以走，一般说来那个年纪大的人走也是没有关系。那其实我建议家里如果有老人家有小 baby 都可以带来这边走，而且可以后面可以看到新店，前面可以看到那个101，都很漂亮。谢谢你，就是那个采访，对，谢谢，真的好漂亮，谢谢，不客气。